教授，论文写完了。嗯，您看看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，写得很好。你今年才上大一，论文写得这么好，思路清晰，观点独到，是不是有人帮你啊？我确实找人梳理了一下框架结构，不过里面每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，不论是论点提炼还是案件分析，您都可以随便问的。你这篇论文的整体完成度很高，再修改几个小点就可以定稿了，很不错啊。谢谢教授。我给你发的微信你看到了吗？我刚才在忙没看着。我的论文被教授表扬了，想请你吃饭，你有空吗？吃饭就不必了，你把视频给我上。哎，话还没说完呢。对着视网，可以帮我看看论文吗？再说，单脚跳单格。喝醉了挺可爱，清醒了还是有点讨厌。妈，今天检查一下肝脏的各项功能，做个彩超去。医生说，要是各项指标都稳定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早点出院。嗯。妈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病历本没拿，我去拿下病历本。嗯。我已经给阿姨拿好号了，后面的检查你就按照这上面的顺序去做，应该不用排队。辛苦啦，地下工作做得不错。那我就再接再厉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嗯。是磷脂吗？我先带你去量个血压。哦，好。我妈术后恢复得很好，放心吧。好，你也注意身体。那我先走了，检查不能耽误，学校说。行，去吧。就拿好了。哦，我跑着去的，怕耽误检查嘛。崔秘书明天就来，护工也给我安排好了，明天你就回学校吧，别耽误了学习。我等他来了，把手续交给他，我就回去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哥，沈娟呢？怎么没来医院陪你啊？她刚走，射击队队员都回来了，雷教练叫她回去。哦。傅大律师挺心细的呀，来探病还知道带盒饭和榨汁机啊。这是我妈让我带给你的，还有这橙子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你那么能吃，我还怕你不够吃呢。还有这榨汁机，你吃不完可以榨汁啊。行，那我拿进去了啊。嗯，去吧。谢了。傅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一个朋友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有空的话，我们找个地方把视频的事儿解决一下吧。行啊，那走吧。嗯。现在可以把视频删了吧？在删视频之前，
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我最近看了一本小说，里面故事特别精彩，就是男二下场太惨了。这个男二喜欢女主，用尽各种方法对女主好，又是送饭送水果，又是嘘寒问暖。可是女主心有所属，她跟她喜欢的人经历了很多事情才在一起，两个人情比金坚。最后这个男二只能独自伤心流泪，结局很悲惨的。傅律师，你听懂了吧？不是。我听懂什么了？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劝你平时那些无聊的小说少看一些。我要跟你说的就是，两个人叫两情相悦，三个人的关系太拥挤了，没必要非要往里挤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些跟山视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林雨欣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哥。哥，他是你哥啊！啊，想不到你和我哥还有这样的缘分啊！我觉得这个缘分的名字应该叫做《霸道上司和他的天真实习生》，太好磕了！你真的是什么都能磕。我劝你平时无聊的小说少看一点。还有你，林雨瑾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傅明修是你哥？搞得我这么尴尬。我又不知道你们俩认识，你知不知道，人可以死，但不能射死。这件事情你得负责啊！哎，好啦，我之前就跟你说了，我哥要来医院陪我，谁知道你看到了，还能脑补出一个三角恋的戏。你们两个一个姓林，一个姓傅，我怎么会想到有这层关系？你哥，他那么严肃认真的人，我在他面前胡言乱语，再见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。你这么害怕在他面前丢脸，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啊！我哥就是有点傲娇，有的时候还有点无聊，但是人还是挺好的，还挺值得交往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没谈过恋爱。他谈不谈恋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对他有没意思啊？行，那等你喜欢他了，你再跟我说吧。反正你对我好一点啊，我可以在我哥面前说点你的好话。我这个人说好话还是挺难的。对，林雨欣还能当个恋爱军师兼无间道，咱们就是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你们两个哪里看出来我对他有意思啊？无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们还没说完呢。我去买吃的，不跟你们胡扯了。在吗？喂。喂，哥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。你在哪儿呢？一个人？你平时那么忙，你还有空跟我聊天呢？我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。你那个室友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实习生，你知道吧？他刚刚回去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啊？说了呀，还说挺多呢。说的都是你的好话，我都不知道我哥原来那么多优点呢。那没事了，那我挂了。你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事儿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？我不是啊，我没有啊，别胡说，挂了。在吗？不好意思，刚看到，傅律师找我有事儿吗？
你明晚有空吗？请你吃个饭。不然就今晚吧，我还没吃饭呢。谢谢你帮我搞定论文，还是我请客吧。不，还是我来吧。我请吃饭，你删视频，这样比较公平。笑什么呢？笑那么开心。我刚刚吃了个大瓜，我哥马上要有桃花劫了。一会儿跟你细说。怎么了？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入选了我们省队的下训名单，下个星期我就要去报道了。那要是训练得好，是不是能进省队啊？恭喜啊，沈娟同学，离为国出征的理想又进一步。就这一句啊？那你努力训练，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嗯。要去约会啊？没有，就朋友聚会。聚会？嗯。和谁啊？衣服选得这么隆重。哎呀，就普通朋友。这件不错。是吗？嗯。是，是不是等很久了？没等多久。刚刚来了一个大客户，可能要开会，今晚恐怕不能跟你一块吃饭了。哦，那你先忙吧，书还给你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把视频删了。你以后不用担心了。那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先回学校了，改天一起吃饭。谢谢你帮我辅导论文，先走了。进来，傅律师，客户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先去会议室准备一下。陈律师在所里吗？在的。